清河神灵，藏魂阁室，百煞潜藏，急急如律令。师傅。哦，原来是你呀、啊！两位老弟，久违了。酒鬼，你教的徒弟不错嘛！啊，就是不好，所以请你们再来指正一下啊！师傅，你好。神神，龙神啦！记得吗？你还请我们吃过汤面呢。啊！
小倩，你别怕，他们两个是县里的保安队的。我知道，他们抓了你，还要抓我呀。嗯，谁要抓你啊？你师父见过这两个强盗犯案，所以想请你们两位前去问问话。啊。嗯